呢个系我最近喺淘宝买嘅樱花牌消毒碗柜嗰个嘅说明书啊。咁其实淘宝咧好多时咧嗰啲咁嘅电器嘅说明书咧都系一本过嘅啫，里面咧有好多型号嘅，咁所以咧睇嗰阵要小心啲啊，又睇翻自己购买嘅型号，唔好睇错，因为好多时咧啲型号咧里面嘅功能咧都系争少少，但系设定嗰个程序咧可能会好唔同嘅，所以有阵时咧会误会咗，觉得买翻嚟嗰个型号咧有啲功能咧系用唔到啊，咁其实咧可能喺说明书嗰度咧睇错咗个型号，操作错误咗，所以用唔到你想要嘅功能嘅啫。